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今天我们在这个道场啊，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啊。往后呢，我在这个摄影棚里面讲经，在大众讲堂里面呢，我都让给学生们去讲啊，帮助他们把他们带起来啊。如果是同学们有问题来问我，解答问题可以啊，这个不定时间啊，有问题汇集起来了，我跟你们见面为你们解答。那么今天这边有一位澳洲的同学，他提出有几个问题，这些问题可以说都是我们大家了都需要知道的。第一个问题，修苦行对成佛有帮助吗？有帮助，特别是在初学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就是苦行，佛教导我们的以苦为师，以戒为师。如果一个人学佛不能够延迟戒律，不能够吃苦，他就肯定不能成就。